今天这一款连身裙呢，也是我们自家棉货款，它的布料呢是属于那个华夫革面料来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剪裁上面呢，我们是做一个稍微 simple 的尖领设计，然后一点点的公主袖，不是那种很泡很泡的公主袖来的。而且手臂这边我们是没有放橡筋带的哦。Becky 的手臂是三寸传奇 M size 的袖口是 OK 的，不会紧绷的。连身裙的干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显腰身的。它这里是做了一个手腰设计，然后呢，这边呢，它从胸前延伸到腰的前面呢，都做了一个往内折的效果。而且呢，这个裙型是很好的修饰肚子，你们可以看看，黑蒂的肚子是有在的 ，OK。但是呢，它的裙型呢，它是完全可以遮盖掉。我现在穿的这个白色的 S size， 白色我穿起来，但其实它也不会透。它前面这里呢是做了自拍钮的设计，背后呢是有女性拉链方便我们穿脱的。所以阿婷穿的呢是黑色的 S size 啊，刚刚她穿的白色一样是 S size 的，黑蒂穿的是 M。黑衣胸围37半，腰围31，臀围的话是39，穿 M 是整体舒服的。对，我胸围呢35寸，腰围28寸，臀围是27寸，穿 S 呢是舒服有松动的。这款连身裙呢，我们是有三个颜色，5个 size 啊 ，S、M、L 到 XXL 来的。